今日要讲的话题是讲一个故事，是讲圣经入面其中一个故事，是讲到一次耶稣在上大麻风的新年家，咁佢坐在屋企嗰时，有个女人就揸住一瓶好贵嘅极贵嘅膏，然之后趁耶稣坐喺度嗰时咧，就淋咗个头上啦。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女人很无私奉献，将我自己最好的嘢就送咗俾耶稣啦。咁我又谂到，我自己有冇做到咧？咁好多次我谂，好多次都冇做到。咁咧，我觉得当我自己，当我即系因为好多时冇做，系因为我被世界吸引啦。咁有好多睇电视啊、去玩嗰阵时都觉得好吸引啦。咁咧，但系我发觉喎，当我虽然咧佢哋好吸引咧，但系我做完之后，我又觉得好难过。點解？即係會覺得將時間咧係擺咗去自己去玩起，俾世界吸引住，而係冇做到神要我做嘅嘢。所以每當我即係睇完電視，即係我應該睇聖經嘅話咧，就會覺得啊電視好好睇喎，我都好想睇。然之後行到嗰邊睇嘅時候咧，係睇完之後好耐，即係會一種好耐嘅感覺，就係覺得啊死啦，我自己又睇到電視啦，而冇去睇聖經啊或者咩咁。有多時當我有內疚嘅時候咧，就會。就有陣時會覺得自己做錯，好似做錯咗嘢嗰次，覺得好似有啲內疚，好似細路仔做錯咗嘢咁，唔敢同媽咪講嗰種感覺，就會覺得唔敢去見耶穌或者係點樣。當我聽翻嚟教嗰陣時咧，牧師有講到，就算我哋做錯咗，如果我哋真心認錯悔改嗰時，神都會原諒我哋。咁即係。即係每當呢個時候做錯嘅時候，我開始我如果真係做錯嘅時咧，我就會同耶穌認錯。咁我會認錯之後，會覺得自己舒服咗好多啦，同埋令到自己真係又知道錯悔改啦。但係會覺得啊，如果淨係佢成日做錯啦，然之後就認罪咧，就好重複，令到自己好似冇咩進步嘅時候咧。咁當有一次我以前曾經試嘅試一次，我真係睇咗電視，然之後覺得好內疚，好內疚之後點咧？咁咪得，就即刻就諗起牧師講嗰句啦。就算我哋做錯咗，我如果係我即刻認罪，悔改，耶穌都會赦免我。咁我即時就同耶穌講對唔住啊，同埋佢即係覺得自己做錯咗，咁即係會時常試行一步。咁然之後就雖然自己做錯咗，但係都要即係自己有即係。有呢個誠心去悔改，神都原諒我。即係我唔單止就係口頭上同耶穌認錯，咁我都會有打開本聖經喺度睇。咁因為就睇聖經嗰陣時，開始可能第一次睇嗰陣時咧，可能字面上咧就唔係好明，睇下就會覺得好悶，因為我睇唔明字好深。咁然之後咁又雖然我睇唔明，睇但唔明，但我事實上真係有睇到咯。咁，雖然睇咪令到自己好似覺得唔係睇得唔係好明啦，咁再即係當我即係我再睇聖經嘅時候啦，我即係會有祈禱嗰時候去睇咯，即係望下，好似好難喎，然之後祈禱先啦，祈禱神會幫助我，聖靈會帶領我嘅。咁當我睇嗰陣時咧，我時喺牀上喺度坐喺度睇，係瞓覺之前睇啦。咁我有陣時好 surprise 咧，即係當我睇第一頁，然之後就會一種衝動，揭開第二頁睇，而家揭開第二頁又揭第三頁，然之後我心諗，我明明好似唔係好中意睇聖經，點解好似一種明明好想睇嘅咁樣咯？咁我覺得就雖然我係成日犯錯啦，但係我覺得如果求神嘅話，神就會原諒。咁就算我做得唔好，咁我會自己會嘗試咁向神認錯，然之後一步一步行上阿神，即係喺神心目中我理想嘅我啦，可能咁講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雖然有陣時我哋自己做錯咗，如果我哋求神原諒嘅話咧，就原諒唔單止係口頭上，然之後有行動嘅話咧，雖然你行到可能少少一步，咁你可能第一次少少一步，第二次少少第二步啦，咁可以慢慢嚟咧，咁我就可以即係會成為神所要安排我哋嘅路，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咯。好。